哦，没有。采访完毕了吗？没关系，你来，你来，可以，可以一起。恭喜你入围，啊，不是，恭喜。啊！烦恼。哦。你没有在第一时间恭喜我，你去年前几年入围，我每次都因为我没有入围啊。你入围的时候，我也还是很喜欢这样。对不对？怎么办？我觉得有点难过，所以我现在过来跟你表达我的难过。就是水涨船高了，我们配不上左手边。好吧，那你自己好好休息。他承认这件事，他先走了。你等下搬什么？没关系，我们现在不没关系，因为我们不重要，所以在前面都没有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怎么这个最后一点敷衍？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啊！加油！他如果得奖，有啊，必须帅。作为啊。